您怎么会来这里？竟然会在这么晚在这里见到你们，我真的很怀疑我看到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。虽然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泛泛之辈，不过看来你倒是挺有勾引男人的天分。小姐，这位小姐怎么了？你醒一醒啊！静彪，如果你爱的那个人因为你变得很辛苦，你能放他走吗？不能，不会放，不能放，我会紧紧抓住他，一定会让他幸福的。他是从今天开始成为俊表少爷专用女佣的金丝草小姐，请多多关照。专用女佣。中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，流星花园。